还是要回去啊？还是我们回去了哈？我们回去了啊，这边很难爬了。有捉到啊？有捉到螃蟹啊？放射啊？哦。有肉的。没有肉。有肉的已经发现了。这是捉伤。来呀，一个小螃蟹，还有虾，你看有虾呢，去看虾。来，我们要回去吗？弟弟不要爬了。